咱跟你的公司跟那个老板在新疆的房子买了之后，然后用了就是说，我是怎么讲的？我早上听您的这个因为就是讲的就是说，新疆的房子买了怎么办？是吧？那我早上跟我朋友都讲的话，就是说马上到了，但是我也疑惑，就是说现在到底那个案例是你个人认为是受到施法不好，还是真正的有罪？这个部分是我想问的，是有冤狱的情况，就是有一个是我冤屈的部分，是我想请就是了解厘清的一个部分。那有没有人，如果说你觉得施法有一些错误的部分，是否可以寻求一个国家培养法的一个时代替代策略，寻求一个司法的一个，这是我想了解的，叫你看你看。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啊，因为第一点我连做都还没做，第二我从头到尾并没有说要援助，而是帮助，对，所以第三我觉得好像讲白点，有人BBS 上也很多人在讲，就说其实以这种类似的案件来讲的话，其实是看法官。对，很多法官如果比较好的话，他会觉得说，你可能真的没有罪这样子，因为没有很具体的证据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主要还是看法官那边，因为我也有，因为我没钱请律师，我是就是为自己辩护这样。然后在 BBS 上，我问过很多人。我有道法应该怎样，也去咨询过很多那种律师那种免费咨询，然后但是得到的答案都不太好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去那种找那种免费咨询律师啊，我进去他名片准备寄给我，然后我说我没钱请律师，他就收回去，这真的，然后就跟我说。你这案件，没什么救，对，就是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说，因为你就是有看那个，他说，可是你最好是请律师的，然后我这种名片啊，你要不要考虑请？然后我说，可是我只是一个学生，这样我又没有钱的人。然后他说，那这样可能没办法。我跑过很多地方去问过，然后在网络上也问过很多相关法律这个，然后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答复这样子，所以光靠我自己一方面这样子跟那审判长辩论，我一定辩不过他，对。而且当时候就是一个检察官嘛，然后有书记官一个审判长，就是他们全部都在辩我，就是说有罪就是有罪，对。他不问我相关，他都认为说是不合理是狡辩。所以我认为自己是没有做错，是被司法害的，对，就这样，谢谢。我觉得刚才黄先生讲的一个蛮大的重点是后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法条虽然是放在那边，可是因为它的诠释空间很宽广，因此就没有了一个定论呢。在什么条件之下，比方说它的黄方信息里面没有讲任何说多少钱啊，不像我们看到很多人交信息上来写清楚了5000之类的，那他并没有这样子，他也没有说民事关系。那法官又是如何认定这个有暗示民事交易？那这样的一个没有一个决断的标准，只是任各个法官自由心证来决定的话，这个就失去了司法的公正性以及基本原则。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是他第二部分想要讲的。那第一部分的话，就黄先生刚才在说，我什么都没做，可是儿少法的精髓就在于说，他才不管你都做什么，你只要讲了两个字，或者被视为有那个含义，只要那个讯息就是违法。这也就是我们目前觉得这个法最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一个人犯罪是以他的行为犯罪，不能以言论定罪。OK， 今天我放一个讯息的话，那
官或者是被列入成为有案件的内涵，我就被判罪。这个部分的话，有点像什么？就是像从前比较在这个戒严时期的时候，你根本不能谈其他的政治言论，因为谈那个言论就是叛国，就是通匪，就是台独。这些名声被加到头上来的时候，其实都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叛国行为，你只要想讲出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成为是就是违法。同时啊，也许各位没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中央大学其实研究室有一个网页，反正这个网页里面的话叫做援助交际网页，里面我们就收集了有关援助交际背景的所有的新闻，以及我们所办的援助交际相关的座谈会的这个访谈实录。我们也放了一些我们就这个援助交际或者交际所进行的一些学术的研究的内涵，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并没有像他们想象应该说千刀万剐啊，千万不可以啊，这是不对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做。我们没有采取一个道德大多数的那种说法，我们只是平时把这些资料放到网络上，因此就被那个设立而上法的团体之一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向内政部和警政署检举，说本站有第一，我们违反了儿少法29条，因为我们有暗示性交易之讯息；第二，我们违反了刑法的什么什么条，因为我们教唆人犯罪。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的讲，另外如果你上过网页知道，我们会放一些假的人教讯息，我们会放说。征求这个援交者这样子，然后里面就告诉你，如果要去帮助残障青年或者失明的，我们要读书给他听啊什么之类的。谁听见援交这两个字就等于性交易啊？这两个字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有性交易。其实，在日本的脉络之内，援交也根本不性交易。事实上，他会这些人会陪着一些水军们去，就是逛逛街、喝咖啡啊、下午茶之类的，并不表示一定有性交易。但你不能应该撒干床这样做。可是我们都被内政部下公文到教育部，教育部在下公文到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司法界的人，说我们有可能触犯这两个法条，叫我们要小心，害我们还花很大功夫去写这个辩论和辩论文章送到教育部去，然后他们教育部的两个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又开会，然后说还是要督促学校要仔细的检查我们的所有页面有没有这个可能处罚之余。后来我们觉得他很高明，他做的方式就是，当他问我说这个页面在不在我们中央大学电站中心，我说不在，因为我们买了商业空间放在外面。他说哦好，这个是跟我们中央大学没关系。于是那所以我们当时主席是非常感动，说啊那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回教育处，这个回教育部跟我们中央大学没关联啊。而且这个如果要看的话，就让他请几个这个专家来看一下，但是专家还没有，就是没有用的处罚之余。你若仔细看这个文章，知道我们说叫征召这个援交者的话，是做社会服务啊，是帮助一些这个失明失学的青少年啊，是个很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用援交这两个字，他也说不出来有什么差距吧。那我想提出例子说，就连你讨论援交，刚才你看Linda讲的例子，你就是用这两个字，跟这两个字相关的，你把援交加了去好几个圈在那交，或者你援加了很多点点，然后再说住。也会被阅读成为是跟性交易有关，也有可能触犯这些。当这个网撒得这么密，已经是不单单是私募鱼被抓起来而已，所有的小虾、小鱼、小蚌都被抓的时候，这个法就有问题，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接收的正常化的一个压力。那这个才是真正二创是问题。我就会觉得啊，像旁边这个 case， 他进到了这个律师的司法体当中去寻求协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一个 case 没什么话好讲。为什么是没什么话好讲？因为第一个，这个我法条设立起来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二个，通常我们常常描述去偷窃或抢劫，有时候法官还说情有可原，因为你家里贫穷啊，因为你爸妈生病啊，因为你需要这么多钱，我看情合理，法官可以放开一个网。可是你知道吗？凡是遇到跟性教育相关的时候，特别是像这种青少年年轻力壮，又没有乱手乱脚，家里又没有人，只能生病或者快要病危之类的，只是这样子还做这种事情，哇，真是奇形可诛。你会发觉跟性污名相关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在判刑的时候特别没有任何的空间，你会觉得你就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那些我说的国际大学，虽然后来我们网站里面看的比较清，可是事实上都
会被法官训斥很久，就你这是辜负你父母亲师长对你的期望啊！你从我大学的研究生的地方还这样这样之类的，这个跟事情不明相关起来的，像这个罪名为什么就会特别的严厉的加在人身上，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空间，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思考的。然后几位阿总，方总。我其实真的好难过，然后可是你在幽默，幽默的幽默症。那我是在想说，我刚刚在想一个图像，就是当年在制定这个法条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社会空间可以让某一种像你刚才那样的案例，就端到他们的面前，我不知道他们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样的声音端到他的面前？那我其实刚刚在想说，你很想杀掉那个警察跟那个，我觉得很好。可是，没有，等等，我听说当时可能嘛。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或者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动力就把你刚想杀人的那种动力再转成说，有没有那种机会召唤一下那种就是这个元宵的被迫害者的某一种声音？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可以呈现？因为像我自己，我妹妹以前的男朋友也是援交，也是被就是被起诉了。他也就是这样子玩玩，然后写个援助交警，没想到就被抓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这种惨绝人寰是很多地方，然后一样这种人一旦碰到这种事情之后，对整个政府、整个社会就是全部都失望。可是失望之后，我觉得就变得很个别化，就变成说我倒霉，可是他很恨，可是恨你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可能就听到健保也骂一骂，然后我就会说对你这座生意都很好很好，可是我就有一点不知道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怎么样让这些立法的这些当年这些认为是好心的社会人士，我觉得就是把真相摊出来，我就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我有一点想问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让这么多的援交迫害者有没有一种形式可以并让我们的声音怎么样可以出来耶？我在想这个，然后也会想说，你还会有一点点动力，觉得这个东西想你也想出来，再找一些人，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在那 BBS 上哈，我还会在 BBS 上，就是在那姓氏讨论区，就是去看，就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被抓。那我之前有跟一个那个也是男的，他也是援交被抓，不过他比我聪明，他就是被警察调出来的时候，他故意不到那个地点，可是他发现警察，他掉头要走的时候，警察要打手机给他，就说，你赶快来，你不用跑的呀，这样子。然后像我跟那个男的那个援助被抓那一个。我们也是曾经有想过说要集合起来这样子，就好像就是说一起大家想办法这样子。可是我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法比较悲观还是怎样，我觉得以这种事在台湾来讲，那可能好就算公布在媒体上好了，可是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就会又消失下去，所以我会觉得说真正对改这个儿少法这个帮助会大，我觉得不太可能，哎呀，而且这又牵扯到很多，就像我刚才也有跟你谈过，又有什么有关白道黑道的事情这样子，可能大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对儿少法不合理怎么样啊？然后又会牵扯到说，哦，性工作者怎样，又牵扯到说什么啊，酒店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这议题太大，一阵子之后又这个议题又消失掉了，所以我会觉得不是不想要说聚集起来这个力量，而是聚集起来去冲有效吗？像当初何教授跟我提议过说打那个什么大法官会议视线啊，对，就是说虽然说对我被判罪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可是至少可以让大众知道说这个法好像不太合理一样。可是刚才又早上听那个啊
像律师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教授就说有关视线这个，好像帮助也不大，是不是？就是我也不会讲，好像到最后好像也是没结果一样，所以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是觉得自己倒霉啊，然后看到别人受害，也会觉得很生气啊，就觉得说，啊怎么政府就一直这样子放任这条法律这样子，然后就像我们这样平民百姓就这样被上当被骗，然后就人生中就有一个记号这样子，这样，谢谢。也蛮好玩的，就是你们都知道，不是有很多那种用手机送简讯啊，或者寄什么东西来那骗人的？奇怪，诈骗集团警察一个都没抓到，但是这些在网络上的网民就一个个都被抓到，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是选择性的办案，我觉得。好，那个回到刚才，其实方平讲的意思是说，倒不是说是面对整个大社会大众，而是特别去面对这些立法的自己以为他在拯救世界的那样子的一些宗教和妇女的团体，让他们看看一些苦主，就是你看看你们的好心结果 得到的下场其实是害了很多人。那像这样子一个面对哦，我相信黄先生会愿意，因为黄先生今天已经他是在全省第一个援交受害者，面对大众说嘿我是受害者，而且我很冤，他是第一个跑出来跟大家讲的，也希望这个讯息能够传得出去。可是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的话，我其实手上有十几个例子，就是他们都是透过网络或者打电话来跟我联络，因为我们网页够恶劣，所以他们就会相信我们，然后他们说对对对，你是跟我一国的，所以他们就会跟我讲话。那我也觉得要想到他们出来面对这些团体的话，其实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污名。很多人他们其实不愿意他的遭遇被人知道，他连家里都不想知道，你怎么叫他在这个大众面前，或者是甚至摄影机面前，对他来讲就很大的困难。他没有办法面对社会大众负担这样的问题。前两天还有一位工程师打电话给我说他也是被抓，然后我说没有关系啊，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哎，我来找你上，你一定要说你台积电的，强调你是台积电的，然后多么的努力，多么的之类，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提起上能够听，然后我就跟他有谈到过，说其实在网络上面这样的 case 很多，那也许能够做点什么事情，他说再也不敢上网了。他是台积电工程师，以后他就再也不要上网了。就是你知道人会在那个地方到达一个非常沮丧的，就是觉得我干嘛要做这件事把我害得更惨，身败名裂。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会造成身败名裂的后果？这不是污名是什么？他一生都要背负着这样一个压力在身上，想起来就会很愤怒、很冤。那这部分的话，学校要先通报教育局，意思就是说，万一你学校如果下次被抓到一个变成性交易的这个学校，而你没通报过，学校失职，懂这意思吧？你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整个学校要形成另外一种警察系统，不像不再是教育系统，警察系统。通过这个学校的教育警察系统来对于学生跟警察管不到的这个地方校方来进行监督，透过网络的侦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这个修法的法条据说已经在内政部的修法小组里面讨论，一条一条的过，什么时候在今年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挡住这个做法，否则的话不单单是我们这些地区到了比较高等学府的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被监控，现在在学校的学生也要被老师当成监控的对象，这个我觉得是太可怕不枉法的大到这个程度。那我觉得方平刚提的这个建议其实蛮好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当初立法的这些妇女团体来看看苦主们，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遭遇，那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我当然特别同意说，刚刚柯老师讲说那个就是污名的压力。那我刚其实在想的是，我讲的不是很细致哦，我其实有点在想，你像说，现在学校的社团都在忙些什么？如果有社团，因为我觉得像你当初刚私下有聊一下，因为比如说后面会牵涉到社会对性交易的很多道德的问题，那我其实在想说，这种当然是污名，性道德污名压力在很多很多都有的。那我们现在也在开会，有大概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碰到的是40几岁的嫖客，这是另外一个族群。可是像我觉得这个网络时代，真的
二三十岁哦，十几岁，我觉得很多。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有在想说，对这种塑造的污泥，我真的觉得像你这样年轻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不要铺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觉得啊，这种东西压下去就会让一个人那种八万块的这个压力，我觉得好具体。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哎，学生社团或者学校校园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会开始会有兴趣对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可能性，然后真的进行把这样的配置的组组稍微组织一下，因为我觉得单纯把你的对照去跟这种制定法律那些妇女们对话啊，如果是安安静在房间对话，我认为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是这样的人的声音，如果有一些团体可以跟这样的组组一起，我觉得开始有点发声之后，我觉得真的就来跟制定法律的人这样子对话，组织到底。组织一个叫做“儿少法受害者联盟”。对呀、啊，对的。他来到到底是保护到谁，害到谁？那我是真的蛮期待，我不晓得有没有学生社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这种东西会感兴趣。可是我其实后面要说的是，我觉得性道德问题啊，或是在各式各样的方式，那我觉得不要一下子想到这些东西会改变。那我就觉得有些族群是二十几岁的，我们就做一些对二十几岁的。人跟那种相关的人的那种一些作用吧，一点一点，你在不同的位置上拿一起来做一点。
他说，可是一般正常的人不会啊。他说，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有熟过法律，在旁边这样，然后就说，对啊，不可能，这一定没救的，你一定是心理有变态还是什么？他说社会等等，就这样讲。然后我就，就想说，无缘无故把我抓来，心不乖，这干什么讲这个？哎呀，就没有用了。对啊，所以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这个资讯很重要。原来新府官就是专门对付同性恋的。还有没有？他要离开了，有没有？要说。就是我刚刚有跟他借他的资料来看，我觉得那资料非常有用，因为我有看到他的证据只有两样，一个就是他的自白，另外一个就是午夜猎鹰出来网页对话的记录，还有两张行动电话的照片，就是证明那个电话是打给他，然后他的电话会响。而且他刚一开始有讲到，就是警察看，就是那个黑色厢修理车出来的时候，直接拿了他的电话。我刚问那个李茂生教授，他说那种叫做默示同意，他跟你讲说电话给我看，然后你就拿给他看，然后他在那边按你的电话，看你的对那个通话记录，这种就叫做你默示同意。对啊，我不要给人家。所以我觉得以前我在网络上看到，我还觉得是个笑话，就是你约人家见面啊，带一串葡萄，如果不喜欢他，你把葡萄吃掉，就是让他不知道你跟他约嘛。我觉得这还蛮好的，就是你根本不要让他知道你是谁。对啊，因为他要死无对证啊，不然他拿了这个电话，是不是觉得很夸张？为什么他可以拿你的电话，然后还看你的通话记录，然后他还不用讲他是谁？然后事后，我特别问那个教授的原因，就是因为事后他根本不会有任何责任，因为检查搜查他应该有搜索证，可是你这个叫做默示同意，顶多他欠缺令状，令状就是他没有搜索的问题，可是这也无所谓，因为第一个这是勘验，就是他是检查而已。他不是到你家，不是到什么，所以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证据或者说这个道具，这变成也是一种，就是随他解释，然后我们又没有什么保障，对啊。之前 KAC 里上有出现过一个人，他叫，就是他写了一个故事叫做刁民，刁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警察叫你干嘛干嘛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你怎么对付他，比如说他根本没讲你是谁，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对，对啊。然后像那个刚讲没有录音那件事情。我是看过之前有纪录片啊，讲那个苏建和的案子，就是他真的就可以不录音，然后他还可以很有理由的告诉你说，现在的案子如果办下来要录音的话，警察根本都不用做事，天天录音就好了，他就可以这么大摇大摆说，我根本不用录音，我不要证据，然后我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对啊，我觉得受害者联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写一个什么刁民手册，像林检现在都有讲啦，林检他不可以随便要翻你就翻你车厢或什么的，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可以做这种事。当初我在做笔录的时候，那个他除了没有同步录音之外，他就是不是我刚才不是讲，他就是先打好嘛，然后叫我签名，然后我签好之后，他说要录音了。我刚才也少讲这个，他说要录音了，就很好笑，他把我带去一间房间，然后他说来，你照着念，然后你就我是没有听过我录音的录音带，不过我想听起来一定是这样，我叫。然后就是这样，就很像练课这样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警察就忽然就这样匕首，就这样就叫我不要念。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录音，然后好不要念了。然后录进去，然后就录进去。可是对，我会觉得这里是蛮好玩的地方。不要念。不是，就好像有个地方，好像不知道是怎样，他叫我，他说。他都看着我念嘛，然后念到最后一个字，他就说停，他就说不要念了这样子，他就这样，然后我就还呆呆的，那啊不要念了，然后他说对，不要念，然后我说哦换页，然后就继续念这样子，就这样。那个，因为他真的需要赶回台中5点钟上班，所以我们先鼓掌欢送黄建新。但是我们在现场。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游戏，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运动的经验，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场域，但是我觉得它这些场域都是相通的。比如说刚提到那个污名的部分，其实很有趣，现在什么事情都跟同性恋有关，然后都跟你从小有被虐待的经验有关。我想台湾被虐待的人口想象蛮多的，那我觉得这样的社会行动的好
是想，其实第一次人不少，我有去，还蛮多的。第二次我觉得气势比较弱，但是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就这项运动的经验有没有机会让大家来讨论呢？第一次人真的算多，从妇女团体、从宗教团体、原住民团体，那个时候还叫山地团体这样。其实那样的参与，而且第一次有进华西街，有呐喊。没有骂嫖客，第一次真的是谈人口贩卖，没有错，就是我们出去的那个立场是人口贩卖，没有错。然后其实当年非常激进的原住民的那个，就是站在那边呐喊的那一位，我现在还有机会在运动场上碰到他，他依然很激进。只是我会觉得我们的运动好像在整个社会运动在台湾发展的脉络下都被打散了，还是有一些蛮站在前面去谈一些很清楚理念的人，可是这些人他坚持到现在，算算也十多年了，他就有一点像是在某一些团体里的激进分子，小小的疯狂。我觉得如果我们这几个，如果我当时只有我一个，我想我现在也是某一个小小疯狂的人。还好我们有几位在现场，大家看到几位疯狂的人在一起，我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容纳我们继续疯下去。好像人多就好一点，真的人少很惨。那我有点想讲，就是说，其实当年我们在妇女团体工作的时候，真的像王律师讲的，就是你不太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口号叫 "Sisterhood is powerful"， 就是很棒，所以内部不能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变得很奇怪，好像昨天我跟你去三温暖，我不是说女子三温暖哦，跟 gay 的不一样，一点情欲都没有，我真的是三温暖这样。三温暖，什么？第二天我们的运动理念不一样，所以运动理念一定要一样，因为我们一起去三温暖，就是，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尴尬，就是一起去逛街就要一直好下去，然后好到后来我们也很痛苦，因为怎么好下去？因为就是我们有机会，因为我们站在运动，就是我们在团体里面工作，我是能够接近，比如像黄先生这样的人，我们听到蛮多，我们自我也改变很多。可是运动团体真的那些主流的团体那些。也不是主流，其实让你会生气，就是在不同的妇女团体里面的工作者，其实是站在第一线的，但是他们决策的人，他们比较是总监式的位置，他们是不做决策，他们是不参与第一线的，可是他们做决策，所以其实会形成上下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立场。那现在谈到能够把这个法条制定出来，能够去游说或产生一些具体效果的政策，能够改变的，我们要去上层这些人，叫不是工作的这些班，这些接触第一线的人。那我觉得发展到现在，这个有点难，但是我只想讲说，这个运动发展到现在，我们透过像刚刚王律师讲得很清楚，其实妇女团体内部是有不同的声音，这个不同声音除了来自于上层内部有不同声音，其实也来自于直接工作第一线的工作者跟那个决策之间有不同的声音。可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妇女团体都经历同样的问题，到现在还在发生。只要是决策跟运动者，就是工作的人有不同声音了，最后都会有一个要离开的过程。我好像在讲自己的状况，就是说离开的，当然通常都是决策的人。其实并不只发生在我跟嘉欣那一种工作的这个妇女团体，那别的妇女团体同样在发生。这样的效果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看到这个法真的修过了。你从社会大众的立场看，真的好棒，看十年有成。最近修过非常多跟妇女权利相关的法，可是我们都没有机会去看这个法通过之后造成什么样的效果跟结果。而这个法持续的被修，我必须讲一下，刚林茂生有提到了，他就是那个教育部的委员，他也跟一堆妇女团体去开会，而他说其实教育部的立场并不认为要这么严。第一年3000万的经费，就是训练一些妈妈等在那边监看啊，说谁又怎么样啊，做一些这样的事。教育部其实找林茂生进去的原因，是因为知道他可以稍微跟妇女团体唱个反调。可是李茂生说啊，我一个人好孤单哦，他们势力好大哦。于是后来我就不太想去开会。然后他刚刚不是也提到去训练那些妈妈们上课，他也是去上课的人。他说不过我上完课呢，他们好像也不太要再找我去。我觉得就是正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好像真的必须有个社会行动，不然就会看到某一种非常理直气壮，说我站在妇女的立场，我站在青少年的立场，我站在保护的立场，可是。
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一起做，然后一起把这样的东西往前世界推动，至少我们要发出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而不是完全没声音，因为我们跟他很难姐妹情深，所以我们非常深刻了解。那我们如果不用跟他姐妹情深，那我们能做什么？对，那这是我小小的一些想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如果我们再没有任何声音的话，他是真的会说过。那我这个人是觉得，其实至少在同志的社群里面，这么严的言论自由是受到很大的伤害的。只是我们也都还没有机会来想这件事情，那就是可以大家共同讨论。可以去写一个如何避免被钓的一个反制的手册，这样子。要怎么看？避免被钓鱼。如果写这个的话，教大家怎么样躲避被钓的话，也要用什么方式来写？我们还在提示节目。我们需要爱的机器人节目。How many of the state? 欸，这个健保卡，对，好好吃那个。
我们需要有各式各样的情报，告诉我们怎么样认识对方是怎么样的状态。所以主要是他会写投保单位啊，上面提的问题是投保单位，他知道人的号码上面。哦，真的吗？我是同志咨询热线的志伟，那我要讲一下是我们接下来讲是有关于比如警察那个部分，可是我觉得最近就是很恐怖，就是说那个对性的恐惧不止对性骚扰，而且包括对艾滋病，当警察跟艾滋病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更恐怖。比如说我们现在接到一个个案哦，他就是在那个 club 1069的援交，那一样情节跟刚刚黄先生很像，就被骗出去怎样，可是他一被抓援交之后呢，台北市新民防治所的护士马上就抽血，那很惨的，他抽血之后呢，他就被抓进去了，同时之间5天之后呢，也通知他感染 HIV， 然后就很恐怖，警察也知道，然后谁都知道，然后他的工作，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子对于比如说警察跟所以这种防疫单位的这种结合，其实是更恐怖，对。自己的权利也是很重要的。那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援交警察已经开始，基本上他说是不用钓鱼的方法，因为钓鱼不虚假，他还可以钓鱼，他不虚假，所以他可能用钓鱼，那他就直接找一个IP 的业者去查到你的 IP， 这样直接，然后呢，他也不去抓你，所以他就会写一个公文给你，就是说我要来找你约谈。到某某分局或派出所来下什么，但他当然不会写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大家知道要把这个讯息要再传递出去的时候，就是当你接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不要去，不去 ，OK， 因为我们没有主动配合办案的义务 ，OK。现在警察局叫你去，他因为你去就完了，就是请君入瓮，就等于他来就好像在路上把你抓走了，他现在就去抓你，让你自己来自动报道。因为他不需要抓你，他说我已经有你的那个 IP， 援交的这个证据了，就是因为你在网上 po， 然后知道从你家的电脑跑出来了，所以呢，那他就要你去之后，他就会要你做笔录啊，做笔录，所以你要不要去，因为你不去没有事 ，OK， 你不去，他不可能到你家来抓你，然后他可能还会第二次再试，第三，当然他的法律上是这样的，他传过几次不到的时候，可以被你可以被通缉犯。可是呢，我的估计是，他们不会做这种事，因为这个太麻烦了。然后你们看到报纸很多，常常就是这种情形，就是他什么传票需要需要的，他那些人什么那些很多那些人你都知道，他们都没去。所以呢，就是尽量你不要去，因为你去你就倒霉，因为你已经被抓到了，你去就倒霉。所以你不去他反而可能觉得案太多或者是时机过了，因为这个东西要拖很久，这你反而可能有机会逃过一劫。这个我回应一下，如果警察发一封这个书函，那个叫做书函，就是一个函件寄到你家里说，请来警察局谈一谈，你有权利不去，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罪证说那个 IP 就是你哦，那 IP 只是登记在你名下，但是偷这个讯息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所以他一定要叫你去警察局，就说你过来，然后做个笔录说到底是不是你，他就可以施行他刚才那种恐吓的手段。然后你全部招了说是啊是啊我偷的，然后你就完毕了，就这案子就结了。但是正是因为他从 ISP 的这个 service provider 上面拿到的资讯，只知道户头是谁，他并不知道偷讯息是谁，所以他需要你人去来问。因此你不去，你没有任何的罪行，你没有判案的配合办案的义务，而且你也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你为什么没来由要叫我去啊？你要拿出个罪名来，你没有罪名，我就没有义务要去报道。所以这部分的话，我那时候也是问，打电话问过李茂社会，问过一些律师，就万全律师，他说这当然不要去啊，这个什么的理由都没讲，你凭什么到警察局去，就是送死啊？他说绝对不要去，因为他们如果要通缉你，是要请检察官开拘票，你要有足够的证据，检察官才能开拘票，他根本都没有犯案的任何的证据。When they start an investigation, really the only information they have is what they got from the service provider, which is not much. 我现在想把现延长一点，就是我现在想从那个 IP， 就是 IP 和 IS 的比较，就是那个位置，未来就是讲一个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真实情况。那他是一个 transgender， 对，他是个 PG。那他现在目前就读台湾某所知名国立大学。那就是说我之所以会想这样讲说，那就是他就问我说他有哪些资源可以去找。那我就跟他讲说网络上有很多资源，那看看你愿不愿意去。那 OK， 那其实既然是个大学生，那很简单嘛，那反正如果你住宿舍的话，你可以用你的宿舍的上网。那如果你是用，就是或者说你可以去用那个电算机中心来上网，可是他就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一关，这些资讯他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因为他们学校就是上网的方式很奇怪，他必须进入他的账号、他的密码，他才能登录网络，顺便说学校会知道他的这个网络到底跑到了哪些网站去。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他其实上了网，他也没办法去上那些TG 的网页或搬砖网页。他说他不敢，因为他上了什么网页，他都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变成说到时候他就是这些资源他通通找不到，所以他才来问我，这是第一个。那所以我才想说，刚才听到说，如果讲是学校开始要掌控，就是说到底上哪些网页，就是说。因为平常我是知道是学校它本身就会限制哪些网页不能去，所以是连 Sussex 大学有些学校都连不进去，因为它有 SEX。那对啊，那可是就是现在学校就是除了把那些网页设置起来，就是它还没有就是说就是整个去仔细看到底上过哪些。那就是假如我刚才就是听到说，如果假如真的这样子过的话，那我会觉得蛮担心，就是说像这种严密监控的 ID 的方式，其实导致其他就是一些资源它根本不可能取得。那刚才就是第二个，我是想讲，就是刚才我听到就是那个黄先生他讲的一些经验，其实我就刚才在想说，我觉得他有就是最后就是在回应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蛮好玩的现象，就是说他因为没有钱，没有办法请律师。所以律师他才会跟他讲说你没救，因为我就听这样，就是反过来说，假如他今天是有钱，其实他还有一些办法去打这个官司。可是问题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儿少条例抓最多的是16到18岁这一群青少女或青少年。所以那因为他算整个就是儿少条例里面。抓到最多的将近占一半，对。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而且其实这个部分是把16到18岁，其实这也是到最后修法才把它修进去，说需要变成说被灌输进去。那假如真的是被查，因为我看到假如都是说被查起到的16到18岁，那是代表说这一群人他们其实也是最没有钱去请律师。当对啊，而且当然他们也不敢请律师，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权利。说他们有行使公民的权利，所以是我坦白说，我是真的一直觉得说，这个法它，因为假如说因为我是之前有去看一些这个法它的演变的过程，那这个法其实是从原本是很宽松的，越变越紧，那它的年龄也是原本只定到16岁，到最后就增加了18岁，然后反而16到18岁反而是占最大宗。那原本就是说，原本是要所谓的说那个旧山地花，可是其实现在，根本就是那个占的比例反而是最低的，反而占最高的其实都是所谓的，他们现在是说自愿小海卖鱼的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对，因为其实我认识的一些网友，他跟我讲说，他们之所以会想去做，他们根本觉得这真的是没什么。对，那 OK， 我就觉得说，那到底是其实我刚才甚至不觉得，抱歉说错，就是刚才就是说，不止黄先生，他觉得说他就是说类似这样子。其实我甚至觉得说是16到18岁这一群主要的被查缉到的，他们是不是也有办法去找到这一群的声音？对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待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所谓从事援助交际的这个工作？然后把这个东西真实的反映说给这一群立志要保护他们的人看这样子。OK， 我到这里。我可能不算会直接回应到，可是我有一些自由联想，就是其实刚刚就是不少都有提到说，就是这些人就是被抓，或者说他有就是受到这种前置的那个攻击的那个反应。那我其实因为其实刚后面有一段，就是我们那时候事件发展后面有一段，我刚刚省略没有讲，就是说后来你去发现一些新的或者相关的案例的过程。那我刚刚其实提到一下，有一个叫 Candy 那个女孩子，我觉得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因为她后来非常密切的跟我联系，对，然后她的那个名片档里面就是真假情夫嘛，然后上面其实就是两三句那种就是心情故事之类的话，然后他后面有附一个他在明日报新闻台弄的一个自己的，对对对，然后新闻台，然后里面也是写一些自己的心情故事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他并没有任何的所谓性交易或是援交易图，甚至可能在他的生命过程里面，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那样的人，或者是说他会跟这些，就是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对到就是一个平常是一个正直然后正派就是非常的清白的一个人，然后他的生命他的世界观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的时候，然后忽然之间他面对到这种污名压力，或者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污名压力的时候的那个情况，会觉得从这里面张力看到很大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他会一直去强调我明明就不是要援交，他会一直去强调说我明明就不是那个东西，然后到最后甚至更有趣的是他最后他的箭头或者他的攻击和反击的力量是反过来，他去非常积极的，他就非常认真的到处去看那个 ID， 看那个昵称，看那个名片档，任何有援交的他就去检举，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进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角色的转变，他的那个愤怒的那个对象，就是最后就会很有趣，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或者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污名建构、污名构成的过程，和他一直不断的经由这个东西，经由这个正义感去巩固他那个东西。对，那我觉得说这个是其实，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刚讲的那个，我觉得在台湾我一直没有机会，可是平常其实有讨论，比如说。性自主的年龄到底是几岁？其实刑法的修正里面，我们也都忽略到一个，就是他对于妨碍，他确实是把妨碍风化这一章分开，有一个叫妨碍性自主，他看是一个蛮进步的改变方向。比如过去女人被强暴叫妨碍风化，所以人们就会认为这个女人自找的嘛，她就穿着暴露，她就言行很不当，所以变成妨碍性自主，看出好像是性自主，可是同时在刑法修正的过程。他其实是把性自主的年龄，我是认为啦，就是把它变得，要怎么讲，越来越大，对，就是年龄本来可能16岁不自主，现在18岁都不自主，我不知道这怎么形容，大大知道的意思。就整个刑法在修正的过程，同时也让性自主的年龄是提高的。那我觉得刚提到小草闹谈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在一个性自主年龄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如果说我们希望16岁到18岁的人出来谈他的性的话，可能他的家长就可以直接介入我们找他来谈这件事情的这个场子，因为他都是未成年。其实我很想讲另外一个，就是前天吧，去立法院又是一个反战的抗议，
我们正在谈反战的时候，刚好同一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场子，是青少年，不是青少年，青年参政，他们要求把参政年龄降低，因为现在成年20岁了，他们要降低。然后突然很有趣，我们在谈反战，大家也知道，全世界各地反战里面非常多是青年声音，就是大学生啊，或者青年的声音。可是很有趣，在台湾，任何议题都跟政治有关。所以突然呢，那个青年说要降低年龄的那个场子跟反战的场子，好像有点对立，不是反战希望对立，就是看成有一个对立。当然站在两边都有一个政治人物的代表，那政治人物背后的政党旗下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奇怪的一个现场。因为我只是突然想到那个青年的声音在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被看到。那这好像也是当我们在谈什么保护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像小草说的，我们有个青年青少年的主体声音出现的话，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可能在每个运动大概都会逐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在妇女团体内部，一直就像刚刚Sherman提到的，儿童保护儿童福利法跟少年福利法现在又要开始，它已经合并了，而少福利法也蛮6岁开始，对，现在对，就很像妇女节跟儿童节的合并了，叫妇幼节，就是那一天妈妈带小孩的节。我觉得台湾大概很容易这样来思考。我觉得好，那儿少福利法其实很有趣，它是福利法，可是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过去对少年福利法在妇女团体内也有讨论过，少年福利法其实也不是谈少年福利，是在谈少年不能去哪些场所，是一个禁止少年行为的法律。我觉得台湾的法律很有趣，就是还蛮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个儿少法说是要保护的，从过去保护雏妓到现在保护青少年，可是其实看到的这些保护好像都没有真的发挥它保护的实质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讨论嘛，青少年保护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需要更多资源，接近性，接近科学，接近高科技。可是我得到的保护都是我不能接触这些东西，如果我接触我就有问题，我就被监控。那如果有成人协助我接触的话，成人也要受罚。我觉得其实这好像还蛮值得我们讨论的事。再次感谢全世界分享。那我们提到了刚提到那个有关青少年的那个保护法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性自由的言论的自由，不管是在网络上，它也都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嘛。那另外有一个族群，它叫艾滋感染者的族群，那我们也是同样要去讨论一个问题，是感染者的性的这个部分，确实在我们的台湾的法律里面是被限制的，从过去，然后从不但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是被侮辱的、被歧视的，对。那在艾滋病的防治条例里面，在整个过去的修法里面，第一次1990年有这个法案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法。那台湾的政府为了要限制艾滋感染蔓延，所以就定了这个法，其中有一个是性被限制的。那第一次那个法出现是意图而与他人有猥意图与他人有猥亵奸淫这样的行为，而且大致上的就是说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感染了以后你才要判轻的这样的有期徒刑。那第二次在修法的时候，那卫生署就提了另外一个版本是你与他人发生这些行为，就算是没有被感染的话他也要罚嘛。然后我们就在跟民间团体也就讨论说要不要修这个法案。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有点像是，如果要把这个性的这个限制拿掉的话，整个台湾的社会可能对艾滋会有更大的恐慌，所以我们在妥协，就变成就是说折中的方式，就是一个不得已被折中的方式，就列为是与他人进行危险之性行为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安全。大家知道什么叫男性跟女性伴侣吗？我们大概都符合我在想的。第二个的话，他就提到说，所谓的
危险性行为和耳语他人进行危险之性行为两处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提议间的互相交换。可是大家知道什么叫提议间的互相交换？也就是说，当我们民间团体在游说的过程哈，想到了一套可以解决艾滋感染者的方式，又符合我们的防治的做法的时候，突然你会看到他们的很多的很多细则里面就开始又套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道德诉求，对，然后又有不正确的艾滋的知识偏差的那种东西就在里面。我之所以会这样叙述，其实要谈论的一个问题，说其实在同志的族群里面，大家都知道，艾滋感染者其实在同志的感染比例在台湾是偏高的，可是在我不是对外，是对内，就是这个族群里面，可是在这个族群里面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其实是跟外面的差不多，就我们长期的观察，那我们怎么来达到不同族群的一个性的自由的言论表达？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在内部里面要去呈现的，因为可能在运动的过程会有非常多的分歧，有些人可能认为艾滋感染者是有一些行为性应该要被限制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限制，所谓的保护的方式不应该是丢给感染者来做，是双方的，可能都有这样的，对对，就是有一些对立。所以我提这个的主要目的是，我希望说在我们是自己或在做性的这个研究上，可以把艾滋的这个部分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对谈的空间。对，大家看到说，好像国家的法律非常可怕，然后现在这个权力呢是一种扁平化的状态。这个扁平化状态，我讲的是让我们这样理解哈。以前就是说，那边有一个巨人在那边，他要打你，这就是阶层，他是阶层啊。但是他为了打你，他要从上到下的，上面要有个立法，然后有命令下来，然后警察远远的跑过来抓你，这就是一种权力阶层啊。但扁平化不是这样，扁平化说我们都活在一个社会网络里面。那可能你对面就是，哎，自己太国家都摊出来管你，限制你的行为，道德意识。对，所以说最明显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你碰到那个网民，他来管你，这就是权力扁平化的状态。可是，这种扁平化其实呢，也不完全我们都是被打的，因为他一旦扁平化以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有力量打回去，因为扁平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在那个基本上。同样的一个层次上，那现在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打过去更有力量，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有一些组织。OK， 那我介绍这个所谓的网络自由言论啊什么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在达到那个东西以前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啊，这是我想要讲的第一点。第二个呢，虽然我们在外过程，我们讲到说妇女团体好像他们。但是其实呢，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吴宇森的那个电影叫做《枪神》？虽然我们感觉不太好，《枪神》里面啊，演那个坏蛋的黑道黄秋生啊，他们在那个医院里面，这时候大批警力来到300人，开始要进攻医院，这时候他的手下弟兄每一个都很害怕。黄秋生说：“你们怕什么？”他们的警察你就怕，他只是穿的是带着枪，我没有枪啊，我只穿制服而已啊。哦，他下面很高兴就被打起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给到自己，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妇女团体你以为他很厉害吗？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OK， 他们的领导人头脑会比我们好吗？当然比我们差。哎，我只要就是说，你看我发表论文就知道，这反常道理啊。然后呢？好，那妇女的论坛，妇女的团体，他当然有这种所谓训练。那来参加的学员 ，OK， 你以为他们学员很厉害吗？我其实对，因为我也是以前也蛮熟的 ，OK， 那种我们也参加过。我可以告诉各位，真的比我这里认识的，我有这种社会。
这人头脑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当然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在地的层次上，我们缺乏一些连接，所以我们要网络化，而且我们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想要说靠别的团，靠村里，靠什么东西的，就是自己起来，两三个人你就可以搞怪，就可以搞出一个东西来，就碰到一个事件你就可以介入，所有的社会事情都是这样的 ，OK， 不是永远不是说你们想象到说那个。怎么讲？武侠电影里面好像永远都是那个掌门人，或者是武功高的人在对打，不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不是那是武侠电影，其实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世界永远就是说，他可能是华山派里面的小弟子，但是他就可以在武林的世界发挥很大的功效。OK， 这是真实世界，就是这样，就是时机，就是串联，就是所以。其实很少数人他也可以发挥一些力量，那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说，不限于哪一个世界，哪一个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只要有网络，我们可以就可以做事情。那第三个呢，刚刚我想讲的就是说，我原来讲的这个网络自由的这个联盟呢，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精神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谈网络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到网络的这个信念。我们是跟性自由是密切相关，是没错。但是呢，这个我们只能够跟我们自己，我们力量不够大。我们实际上这个东西，今天网络管制不是只管制到我们，实际上管制到很多人。这个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连接的。但是在这个在做的连接以前，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本身要有力量。就是我说前面说，我们自己先要有自己的观点要连接起来。但是我刚讲的那些东西呢，我是要让你们看到说这个问题其实牵扯很广。就我在第一个我说。啊，像新闻现在搞的大众传播法，因为这个东西会跟网络有关，跟电视关，都有关，还有智慧财产权的事情。那也许你也跟性自由完全不一定有直接相关，但是呢，其实这个因为这也涉及到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业者对于网络的管制的问题，所以智慧财产权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结合的一个对象。而且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运动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当然关心是download MP3啊，或者这个把这个反制台当成公诉罪。那么还有自由软体运动，像反微软的这些东西啊，还有保障我们资讯的这个传播啊。我前面还有讲到这个其中对于网络的管制，教育对网络的管制啊，还有隐私的问题。那么还有再包括我们要求国家建设。因为我们也都是穷学生，我们当然更希望网络能够更普及。这个钱不要拿去捐给这个美国去，去要美国炸一个炸弹，它很便宜，还炸一个炸，它炸了炸弹不要钱的，飞弹一个很贵，在他不要钱，台湾去他买。OK，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求政府把这个经费啊，就是放在这上面。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做的去发展，但我意思我的精神上。今天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要，然后我们还要想办法能够跟很多的这个组织发生联系，能够一起发生联系。我们在想一个事情，我们在想到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把这些啊切入很多的层面。然后这个是一个啦，我就是提说我们现在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中午休息的时候，王平那边问我们，然后刚刚又讲到什么性自主。我刚刚不是跟王平说，没有，都没有书教我们什么性教育，大家都乱搞。
对，那我就想到说，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以前都很呆的这样子，就是乖乖的成长，然后后来我成年了，然后我就说，哎，要不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然后忽然也没有人保护我，然后这时候我就，这个就是你说性自主，可是你从来没有给我这些教育，然后你忽然成年了，你是成年人，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就是你丢一个选择题出来或者是一个题目啊，我要怎么办，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或者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对，那就只好这样乱搞一通，是还好没搞出人，那因为我对，那我自己以前大学是学社工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其实台湾的教育就是他很怕小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好像网路上会出现问题就把他禁了，电动玩具啊，小孩子去也会有什么问题就禁，连泡沫红茶店青少年也不能去。然后我就觉得，而且会常常看到说什么社会新闻，就是小孩子，比如说好，就算他真的是被强暴，他也不敢跟父母说，因为好像就是或者家长给他的老师给他的观念就是说，你只要做了这个事情，就算是你不愿意发生，就是变成一个坏孩子，就是不好的。所以即使他都已经被欺负得很惨，他也不敢回家说。那你真正要保护的那些人，他真的要求助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有地方去求助。之前还有一个蛮好笑又很恐怖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靠着自己的力量抓到性侵害她，因为她回家跟父母说她被性侵害，然后父母跟警察都不相信她，她就很可怜，还好她还很会画图，自己画了一张那个歹徒的画像，然后把那个歹徒给抓到。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社会那么的恐怖，然后你一直要去防堵，那但是好像说你一旦做错，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不管这个错是你当初你自己做错决定，还是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反正你错，你就是永远就是那个不正常有问题的那个，你就没有回头路，然后你也没有其他可以得到救援的管道，这样子。对，那这就是为什么在那种一般正常的社福团体待就待不下去，因为我觉得你们老师在那边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可是好像真的没有保护到。对，就是这样。大家好，我是钟汉。其实我觉得关于策略方面啊，其实我觉得有看到一些杂志，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到一些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做运动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网络上其实会好像容易施展开来，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技巧上面其实是少很多方法，例如就是说，可能只是建一个网站，然后。让人家引导网站看兴趣，可是我觉得其实有个，就是网络在不管它再怎么限制，其实大家发现它其实，或者说它再怎么分散，因为现在已经走到个人化，它的共同点是 email，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那种 forward 性实在太恐怖，就是说你怎么去 forward，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好的讯息，你怎么去 forward 给你的好友，其实我觉得那影响力很大，像我以前，像我之。我在我前一个工作，我觉得每天就在收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谣言。其实我觉得做运动的人常常都会觉得说，可能喜欢就是说他都会接受很多讯息去做处理，但是他的影响力常常只在他口语传播的范围内，他其实很少去做一个盲目的散播，就是说其实你的 email 就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就是说，像我看到一些像《礼仪天下》，其实他有些在教一般人怎么样变成一个资讯上一个很强的阶级。他就会说，你一定要去收集，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名单。当你有什么，就是说像你要找工作什么，其实就会发出去，不管说你认不认识。其实我觉得这种很，就是平常你可以去思考这种资源都可以在你真的要做一些行动上，会发对，就发出一些你看不见的影响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其实电脑可以帮助大家做很多事情，就是
其实我觉得就以同性恋来讲，就是一路从 internet 起来以后，其实我觉得运动的人会觉得说，其实网络这个族群其实很难去捉摸。可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不断逃逸，就是说在网页上或者在 PA 上面，如果说当然会有人去做一个抗言论上的抗，但是不行的时候，其实大家走得也很快。反正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媒体，新的可以发声的地方。就是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说像刚刚那个传播有讲的那个萱萱跟小敏那个水电工的例子。其实我觉得你有在玩网络的人，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有这么大影响力。那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在过去那种荧光很窄的时代。那其实就是说，你要传一个档案，你可能就会被集中警告说你这样流量太大，把大家流量塞。但是现在情况大到说，我现在要download这个 A 片或 G 片，线上你知道现场多少在传吗？300-400。其实这种传播量是很恐怖的。就是我大概如果说是一个很棒，他们大概可能半天之内可以把一就是很 free 就可以得到一部 G 片，或是你要亲密的资源。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些情报收集上面，其实在一些尤其是电脑方面的一些技巧，其实大家都要很注意，不管是论坛上面的一些动员，或是说一些新的讯息，大家都要知道。然后再讲另外一个，就是说之前有一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信息，就是说他是给一个软体公司的经理，他的文章叫做给幼稚园家寄一封信。其实那一封信，其实我是觉得看了，我觉得他影响其实蛮大，因为后来南方中心的时候有一个家长的，就是说他们对于那种幼稚园家长的那种，就是说全面那种要学英文的那种焦虑啊，就是有一个是反对的，有一个是支持。反对的声音反而比支持的声音先出来，就是说，其实这种情况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有个结论，但是他事实上那种对立就已经，这种对话已经出来，但是他们不是在一个可以看到的媒体上面，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利用这种媒体上面优势去发挥你的影响力，而不是说现在已经不是那种一战的时代，因为现在整个媒体已经开始分散出去了，就是说，不管你在电视广播，或是在网络上，其实已经大家已经不愿意待在，就是说，个别的台或站台上面去发表自己的论述，大家就是讲一讲，到最后完全现在已经变成那种不想去对立，只想去张贴新闻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因为你一吵，整个气氛乱掉，大家都不愿意见到那种情况。就让网络很混乱，所以现在变，我觉得能做的就是从 email 上面去动员，就是说你觉得不管这是一个赞成或不赞成的一个讯息，就发出去，因为我觉得会引发人的一些思考，然后你再去再把它，因为这些它的那种效应辐射上，它自然而然它就反映到那种言论广场或是。就是他其实你没有办法想办法笑，但是你会让人家知道说你在做什么。像我觉得反战这次能够动员那么成功，就是其实就是像疯狂，或者说那时候他那个成立那个联署网站的时候，他后来就是你有联署大概就会说什么广告，所以要能掌握说现在反战的某种进行到什么样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这种渠道方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就是让你的组织有知名度，而且有影响力的。所以在教育部内部讨论的时候，就是连李茂生他都会没办法发言。我觉得那个影响力不是因为我们随便就觉得啊没什么，我觉得言论可以不断的去组织，可是怎么样去跟他们这种能够做决策的人，能够马上立法院联署90个委员联署，而我们都还不知道要找哪一个立委愿意站在我们这边。现在有1001个就是高薪素人，因为他大概还真的蛮极弱势的，可是靠他一个人也不是很有用，那比如说法案
对，其实真的我相信啊，我们今天谈那么多，大家都知道哇，二十二法庭那是很恐怖的，我们影响了蛮多运动者。可是二十二法庭并没有修，而且一定会免除。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或何老师，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中，我们是真的蛮担心的，因为我们之前十年前我们没有去阻止，我们姐妹情深，我也做了那个帮凶，是吧？可是现在你有点看到这个事情，其实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比较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去做。我觉得网络蛮好的。那再回到讲网络言论自由是一件很好的工具，怎么样让人能够形成一个具体的力量？其实像反战这件事情，也许大家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书籍，可是他还是必须，比如说站在立法院门口去要求那些立法委员，哎，拜托你这个身体挺直一点，不要。是抱谁的大腿等等，没有多少能够出现。就是你知道，具体你要看到群众力量的时候，就是有点困难。其实反战的场子人数，台湾应该是世界最少的，相对来说。但是也许网络上很多人都看到，会表示支持。可是看到表示支持，跟他站出来作为运动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我觉得运动的一所有做过运动团体内部职员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想法，明天早上要去立法院，我们能去几个人？我们现在现场已经形成一个叫友情赞助社运联盟。员工很生气，我就说：“哎，你早上没吃早饭啊？”怎么？哎，看到谁又在旁边？我们都同样的人。然后有一会就说：“我今天昏倒，我不能来，我就少一点大家。”我们每一个运动都是同一批人。大家把电话留下来。我说的现实是身体现出来，能够出现在某些具体的街道上，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用处。其实这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谈一下我的想法。我想回应一下王主任，我觉得就是说，如何就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说，不管是儿少法或其他正在要被修的法律，事实上会对，也许现在对我们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不是其实对社群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我会觉得说，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很急迫的讯息吧，或者说这些可能造成的效应，或是不造成的效应，这个讯息，我觉得第一步可能是从我们自己向外散布，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社团内或是社群里面，我觉得今天透过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第一步是大家至少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讯息。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想对于各个社群，特别是不管是在性的问题，或者说你是因为年龄，或是其他的疾病，或是因为你的性别受到歧视的团体，事实上，在我们建立社会网络的过程里面，网络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跟交换讯息，甚至是传递非常重要的理念，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一波一波的修法的行动当中，我觉得不管是透过想要保护青少年也好，或者说想要增进青少年的福利也好，但是具体的来说，它造成的影响，我觉得会比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听到的今天大家 share 的这些 case 还要更广，还要更多。那我觉得只有先从我自己来想，就想说，我以外或是我运用网络的空间，事实上我觉得。已经变成我们很多人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甚至你非常非常依赖这个东西去取得讯息，甚至去交流，甚至是你去让你自己能够继续跟这个社群或是网这个社会有一个维系的关系，或是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一个重要的频道，甚至是一个社会空间。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它是一个社会空间，或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用来作为社群聚集、交换讯息，甚至是维系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不管是性或在其他的身份的意义的主体的一个重要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前受到这样的一个急迫性的这个讯息，从我们自己开始可以传递出去。那我觉得传递出去了以后，事实上是让很多人有一个机会可以了解说，如果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个我可以自由自在使用的网络空间，我的生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他第一个，或者说他至少他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思考说，如果今天在我
搜寻跟性或是性教育甚至性的健康相关的讯息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在美国发生了。那美国最近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布希政府也是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推动的是禁欲的教育，也就是说比较有性。那当然他特别针对是未成年人。那这个政府对于移民还有对于艾滋病的防治还有同性恋的防治是极不友善的立场和态度。那一直以来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透过譬如说网络的言论自由的限制来保护儿童，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事实上也让很多譬如说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譬如说 library 图书馆或者说一些教育的机构，他们希望透过限制一些上网的机制，譬如说几岁以上就可以上哪些网站，或者是特定的言辞会被过滤掉。所以呢在这样的影响下，事实上很多特别是青少年或者说特定的族群，你没有办法获得只要跟性或特定的字眼，譬如说性教育或者性健康有关的讯息，或是同性恋，全部都会被移除的，或是会你没有办法连接到那样子想要获得讯息的空间。那大家可以想象的是说，台湾政府向来喜欢跟从美国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是另外下一个影响，或者现在正在影响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会借由想要保护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名义，使得特定的网络讯息或是网络空间是你不能连接到，或是只有所谓特定的专业人士，譬如说你是医生，你是什么，你有判断能力的人，你才可以使用那样子的空间。那我觉得对于譬如说同志的社群或是其他这些弱势的社群来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说网络其实对我们很重要，那那个重要性我们自己也感受过，也经验过。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散播，让你周围的你可能又作为一个话题的大讨论，可能会知道说，假如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不再能透过这个方式认识人、交友、传递讯息，甚至是获得有时候像讲做功课的一些讯息的话，你想想看那样子的生活的改变是一个多么样大的冲突，或是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通常运动或者说动员会让人家感受到说，我想要这个人就到那个运动的现场，是通常他可以感受到说，的确现在有一个紧迫性，那我有什么样的力量我可以投入。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回应，就是刚刚就说包括说当我的讯息散布出去了以后，可是怎么样让大家我收到这个讯息，而我同时也感受到说，好，那今天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不管什么法律的通过，或者在现在所谓的高权的决定的政治的现场上，它通常都是看你到底有多少人，你聚集的社会的声浪或声音到底有多大，或者是你到底想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那我觉得如果在讯息的流通的层次之外，我想提供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大家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紧迫性跟你身边的人开始分享，让大家了解说，未来这样的一个法案的通过势必对我们的言论空间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个言论空间跟我们的生活空间是有一个很大的相关性。我先插一下，因为我觉得家长其实是一个讯息内容的部分，就是把我所看到的一些压迫状况、现实状况传达出去。那我再回到刚才高中探讲的部分，就是其实目前以我们势单力薄的状况来讲，那就表示我们一个人要加倍的来用。所以中汉的建议其实是说，网络上面其实有另外一些比较简便可以让你的资讯传更远的方式。那或许有些人是喜欢在一些 BTS 板上面打一打口水战，随便丢一两个东西在上去，觉得很爽就算了。可是中汉的讲法是说，实际上你还可以建立一些工具网络起来，以便你要说的话能够传得更远，你不是在一个板上面打而已。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许你写的东西就不能像就是灌水一样随便写两句就算了，你还得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诉求，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论证，然后它的影响力才能够真正的发达出去。那刚才那个韩慧来跟我讲到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文章也写不好，然后你也没有空做这个那个的事情，至少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收集资料。就是把一些网络上面的重要的事件啊、案件，因为有时候事情过了就会改掉。对了，黄先生在网络上面
跟人家沟通，还有我手上这十几个跟人家相关的案例，他们有很多人都是他有一些书信往来，或者是在网上面谈话一些记录留着，可是到后来这个案子一旦收到起诉书的时候，这个人就吓过来就通通杀，通通杀完以后，你手上就没有任何的根据，然后就变成了警方拿出来的东西，他还可以调整你的啊，对啊，他可以删掉一些啊，他只抓那几个重点的句子啊，你没有用上下脉络，看起来就好像你就是执意要干嘛的，全部前前后后的东西都被消掉，就变成只有警方有案例。我每次遇到这种 case， 我就说所有东西都留着。那王先生今天带来一个 folder， 里面他所有的文件都留着，但他就是他想到说可能会被他做，然后被他做掉，所以资料收集很重要。再加上还有一些多少非常重要的一些，比方说版主怎么砍人，讲一些什么烂话，都要留着，要收集记录。我们这个训练里面啊，到四月六号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记录人权实践。那我们像这一类型东西，就是大家都可以随手就能做的事情，随手卡点，就咔一下、碎一下就留起来了。那这种人权实践的记录是未来我们要开始谈的时候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第一场的时候也谈到了上海这个。或品团体或者各项学者、法律人士，怎么样记录这件事情？这就是记录。要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只知道了上法，我们忘了他原来其实是针对人口贩卖，很缺，最后扩大成为限制所有人的哦，我们行为和行动的我们的法条。这部分的话，记录、知识、资料都是我们可能的力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海南本来学院，可是我们收到的资料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拿出证据来说，看您的烂事就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说？就像我们可以请王先生这个苦主到他们面前，我们还可以交出一本一本的记录来，他们可以在你们公司收七万个签名，我们可以在网上收七十万个签名，就用这样子的研究的方式。我已经说了，我们少数人只能打少数人能打的那种仗，你要比人家更灵巧。胡汉说的。人家寄给你信的那个后面那个地址，不是他会有人家转寄的信，打给你，不敢说转他是谁。然后到时候你要发什么言论的时候都看不到，通通寄出去，轰啊，就这样，就把你留给人影响力啊。借着这些比较灵巧的网络，他说的技术，用这些技术把你的这个影响力扩大起来，人家可以上电视，我们至少在网络里面给他铺天盖地给他散过去，打仗就是这样的。结合群众，然后让群众产生力量。那第二个是如何有力的去介入，去影响目前的决策阶层。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因为第一个结合群众的那个部分，在我看起来是长期的、全面的，比较偏向教育的那个工作。那第二个如何有力的介入，然后去影响目前的决策阶层，在对应到那个。修法的那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是必须要很立即的，然后是要很有力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最尽力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在那个散发网络信件的这个方法上面，我觉得比较不能够立即的提供第二的影响决策阶层的一个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快的去看到，或者是说用这个方法希望达到这个结果这样。那网络信件的传递，我比较觉得它是长期的在经营群众的那个部分，比较属于那个部分。可是我想提一点是，国外有很多那个所谓的那种网络观察家，他们有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倾向去搜寻我们自己关心的讯息。所以某些人他永远就是不会接触到某些讯息，就算寄到他的信箱里面去，他不会看，他直接会砍掉。就是他们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获取资讯的个别化，就是以后每一个人，就是当然我们会去搜寻的资料，或我们会去订阅的电子报，我们会去看的新闻，包括报纸摊开来，我们眼睛会愿意多停留三五秒的，其实都是我们在意的。那
也许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在意的可能是还蛮类似的事情，我们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很比较细致的去了解那个资讯。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就算把东西端到他面前，他不见得会愿意花时间看。那理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好像并不产生意义。所以我想要提的是说，那个东西会，就是我其实我也还没有观察到说台湾是不是已经产生这样子的现象嘛。我只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国外是有这样子的观察的。对，然后再来是。我就有点在想说啊，其实那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东西有点感觉是好像整个社会气跟社会气氛是有关系的，然后在社会气氛一片普遍低迷一片低迷的状态之下，唯一的异军突起大概是职棒这样。那我可是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很有趣的策略，我只是想到说职棒的一个值得复苏，或者是说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很大多数人的注意，然后产生很大的效益，不管它到底是不是经济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什么的效益，它这个复活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只突然想到说，放眼全台湾目前最活跃大概就是职棒一样，对。因为还要炸死啊！怎么讲叫自发组织？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说，也许在去结合找人前，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先组织。而且这个自发组织，它会不会对角色阶层影响？一定会。这就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光谱式的层次，可能不是，就是说私立会影响，我定有影响。那我觉得呢，这个中泰。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替中泰来解释一下，比如说可能就是说，像比如说以前一个就是回应这个东西，可以再往大回应这样这种形式。以前比如说回来打起来是一期来的，然后呢，他在包装自己上用了点心，就是说啊，我们就是社会运动再出发呀，讲很大啊，然后其实他也是找了几个人稍微背书一下，但其实就这两三个人，但是他可以，比如说在整一个社会层。占据很大的，好像一时间有空间，然后呢，趁着这短暂的情况呢，好像让它网站浏览率高，也有影响。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一时一地的产生一个影响。这种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当然，我可以讲，半年后这个东西大家谁都不记得了，那这有可能因为这些人心就变了，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我们马上看到的一个它自发行动。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搞不好就会对决策其实也有影响，因为在这个时刻对整个发展的气氛。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知识权利的时代，就是何老师讲的，我觉得记录很重要，因为你要去跟人家讲话，跟人家辩论，你有的时候要就是要有统计，要有记录。好，像这个非洲兵大跟整个这个 KAC 平台的这个抗争 ，OK， 你们每个人要这样想。而我之前只是跟他讨论完一阵子以后，那他就把我爱的心，然后我们在过程中就学习一些。当然不是没有收获，也是有收获。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所有记录都留下来，可能还有用。比如说像我们网站，我们要把它的收下来，因为它就可以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哎，这个时期 KKC 怎么去迫害人家的。OK， 那这样的东西可能在未来我们用别的意义去解读它，比如说去解读台湾这个时期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记录会有什么用，所以记录都可以把它留下来。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这个时代抗争的一个方式。另外，我觉得我们做，其实我们可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特别在
上次第一次的过上，他为什么可以偷没有到位，他为什么可以进财海南回来学院，他做什么事情。就我们从那边学习，是从敌人那边学习，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好的开始。另外我觉得现在从法律上慢慢的我们看到一些紧缩的尝试，其实反映台湾社会在性方面的松动和开放，就是因为先有了这些部分，所以他在法律上，对，所以我看到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比较乐观的部分，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包括第四十年的第四行性行为下降啊这些部分，我其实看到是松动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对结合。因为就是性权的瘾，
有在，可是有时候我会开始很着急说，这个 group 如果没有行动力，你知道吗？那个运动要到哪里去？我们只是被社会看到说，哦，有这样的人出来跟你讲话了，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要往哪去？那所以我觉得我刚才在接到 Kofi 的话的时候，就说，当我前面在提对妇女团体，我不太觉得我们的兴趣在说他是不是我的敌人。至少我觉得我们这边不是那种有兴趣那个去做那个武林霸主的，我觉得。华山论剑，谁要去做那个武林霸？我好像觉得我们的兴趣不在争那个。可是你为什么说要把它？我觉得我的语言不叫，我不是说那个要以它为敌。可是我同意，社会上确实也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你是要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跟矛盾，对啊，我想大家知道我的意思，然后去让去卷动更多人来想事情吧。那不过只是这些妇女团体，他们有一些想法，我觉得确实我们是比较边缘的，那我们当然花点力气去挤出来跟他讲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想清楚，你都在跟你对话，因为我觉得你刚那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会被说成是一个要去找妇女团体为敌还是怎么样。事实上，我也觉得某种形态它是一种敌人，可是我当然说我不是有兴趣觉得他是我的敌人，可是他提的东西我觉得他很伤害我，这是事实啊。那真的他不是敌人吗？我就觉得想想我还是觉得很恨啊。那时候你这样子背公仓，真的你去看现在公仓已经是自杀一个啊，那你这要怎么去讲？现在跟人家讲谁会在区听你讲说公仓在背仓之后已经有一个人自杀，他的命算什么呢？这些妇女团体谁要 care 呢？可是他就杀他的方式，他就是已经在杀了人，可是你知道吗？天天就这种事情啊，所以你有时候讲得很严肃，你就会开始也会很生气。可是你说我真是觉得这些人要把他当敌人，就好无聊，也是这样的意思吧？我对。我先讲，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听到后来，我觉得有很多很实务的东西，就是实际把台湾操作了运动啊这种东西。可是其实刚就提到一点，我觉得我比如说我在中间遇到的过程，或者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弟弟，就是刚刚那个里面也有提到说他也是很激动去写文章或什么。对，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就是你不要说性少数啦、污名啦、性别啦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之前这对他来讲是无关的问题，对，从来不觉得有关，对他来讲他生活没有困扰，然后等等等等。那他的那个正义感来自于一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他念哲学系嘛，然后我在写这个东西，我明明就不是这个，你凭什么说我是这个，类似这样。那其实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主题是网络言论自由。那我觉得说我们把比如说把我们的论述或是把我们的关怀规范在一个性少数或者说污名主体或者怎么样去，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觉得影响力很小，或者说为什么会觉得大家没有感觉？你要怎么去让大家有感觉？或你要怎么去说服大家说这个东西跟你有关？对，我觉得这个是你到后来你会觉得比较需要去面对这个部分的东西。那其实像我们在这边就在跟人家吵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以感觉到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讲很简单一点，就是我今天不能够，比如说就像刚 Candy 那个例子，他不是任何一个性少数或者是污名主体，他不是任何一个受到那种压迫的人，可是他会感觉到不对劲，就是我今天不可以用这个字来写故事，我今天不可以用这个东西，就网络实际上我应该是一个，就我觉得言论自由，就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去普遍化出去，你可以去告诉每一个人说这个东西跟你都有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可能的打点，或者是等等。那我觉得我在 KKC 里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当然有一些人他是很坚固的，就是你们就是胡闹，你们就是怎么样？你在跟他讲说你侵犯我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他不觉得人家侵犯了你什么，他完全没有感觉，你乖乖的就好了，你听话就好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跟所有的人，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在街头运动
的那些人，然后家里面的阿妈都会说你念书不念书，你去跟人家上街头干什么？干你什么事？那你只有在遇到他跟你有关系的时候，你才会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怎么去告诉那些明明就跟性少数或是跟这些处境无关的，去告诉他们这个你有关。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比方说为什么 SARS 会一下子那个传播这么大，而且那个效应马上出来，就大家走在路上都知道戴口罩。我台北还已经有三个人跟我讲一定要戴口罩。然后我想这是因为这个事情就跟人有关，因为就是你不知道，然后你没有做预防，你可能就会死。那当然这里面是一个很快的那个跳跃和推论，对，是很不细致。那我知道我们一直很避免去做那种太快的而且很粗糙的推论和那个那种推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跟每一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候，这种很快速的推论很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每个人坐下来去跟他慢慢一层一层的推，你得马上告诉他你做这个后面会有什么很严重的结果。对，譬如说你持有手机，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成为警察判定你有罪的工具。那为什么会判定你有罪？你是比如刚刚讲什么，你可能会被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就是你持有手机，你就要小心，你可能会被警察抓。对，那他们就会觉得很恐怖，虽然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觉得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说，哎，这个事情很恐怖，为什么我有手机就会可能会被抓？他们就会去想为什么，然后发生过什么事。这是我刚刚想到的一个可能的做法。我想讲几句话，可是我怕没有时尚，就是因为有点前面了。因为刚刚 Poppy 有提到，就是说看到一个松动的东西了，就是社会现实在松动。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松动的社会现实，就是我们处在现在的台湾，真的蛮特别的。我们看到一个不断的松动的社会现实，可是同时我们看到比以前更加紧缩的社会控制。那我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在不同领域的社会运动者，我觉得运动其实就是希望改变这个社会。那我们要改变社会什么呢？我们显然并不是希望加入让那个社会控制更严密，我们希望的是让那个社会的建制开始有各种松动的可能性。我觉得站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赫然发现，不是现在，这是戏剧化的说法，其实早就知道跟内心很也就是我真的够老，老到我认识立新在台湾社会还没有名的时候，1987年的华西街的游行，立新完全没有参与。当时去做救援除妓工作，我认为当时算是蛮有社会理想性的团体，是妇女救援基金会。这个倪家珍当年在妇女救援基金会工作，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跟应该叫 drag 吧，他 drag 成为帅警察的女朋友，跟着进去拯救被人口贩卖抓到华西街里面的山花嘛，对。然后他因为没有经验，他就是有一点社会正义理想性的女青年，然后他就跟警察失散了，他与他的男友失散了，然后那个行动他就一个人落荒而逃。这是当年的状况，就是确实我们曾经参与过那样的行动。立新在当年根本就不是一个团体，它是一个宗教背景的。后来开始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之后，他们跟妇女救援基金会一直有一种紧张关系，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太像了。那早年傅园慧因为有王清峰，所以其实还蛮有一点社会理想性，而且做了很多事，他是很认真的人。立新自从有了机会人就不一样了。他真的有一点媒体经验，我觉得这个可以学习。不过我发现自从参与工娼的战役之后，我们也变成有一点经验的人。我还记得当年仗打得比较热的时候，会有学校的气管系来联络说，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你们的公关是怎么做的。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觉得你们广告做得很好，所以最近经济要上映来找日全想说你们很会搞媒体，这个已经是商业有商业价值的。那我要讲的是，立新在慢慢的发展过程，早年啊，没有妇运团体，妇女运动还真的是我们曾经工作过，当年那个妇女新知是唯一说是妇运团体，所有的团体都不会谈运动两个字，
不能谈运动，他们会说我们是妇女团体。你知道立新说自己是什么吗？他连妇女团体都不能说，妇女团体算什么？妇女团体，他说我们是青少年团体。所以他们作为青少年团体做了很久，他们现在是运动者，他们出了一本书，没带来好厚哦，告诉各位我们怎么样成功的把除妓防治法变成儿少法，都是我们做的，然后里面讲了一堆历史。我发现记录真的很重要，我必须告诉何老师，他上面看到的资料不一定是真的，很多不是他们做的。刚刚何老师在讲一些历史的时候，我跟王玉群就说，哎，是这样吗？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真相。美国界只是透过有一点年纪的参与过一些运动的以前的战役，好像我也不觉得我跟哪一个妇女团体是敌人，因为我曾经是妇女团体蛮重要的干部。但是我真的认为运动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会说我们是一个社会福利团体，或者我们会说我们是，我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团体，但是我会认为我们应该是一个运动团体。至于是什么运动，我就可以在超越认同政治的时候再讨论。但是至少我觉得运动就是要改变社会的结构，然后这个结构我觉得对我们不利，我们不是要站在一个地方不动，然后让社会控制更广大。那我觉得我的敌人是那个社会控制，那谁参与让社会控制更广大就很抱歉，我也不想与人为敌，但是就是好像只好做一个抗争的人吧，大概就是站在这个立场。我觉得比较，这是我的运动观，我希望跟各位分享。然后我就回到主持人的位置，我们又往后延。本来我之前跟何老师说，我们要往前，让大家比较轻松。现在往后延，所以我们现在休息好，应该很多机会。而且我们有一场跨性别，很多朋友在现场准备很好的书念稿，我们都很累的，对吧？我们后面有准备很简单的餐点，大家休息一下。